香港西医书院，是香港历史最悠久的大学。香港大学的本部大楼是大学内历史最悠久的建筑，1916年动工兴建，主控文艺复兴时期的建筑风格。本部大楼1984年列为法定古迹。After getting off, walk 100 meters up the path. The old red brick building is the main building. 地铁站下车后，沿小路上坡约100米，那座砖红色的古建筑物便是本部大楼。University.